看看，今儿收俩旧家具，我发现我跟旧家具有缘啊，这50啊，然后看看这多少钱。哎呀，很明显啊，这腿有收缩啊，老同伙，损某，都是独板啊，就包括背板。为什么说这是老同伙啊？嚯，听听这门。听听这门小抽屉，这估计以前是金铺的，还有红毯子呢。小暗门，就我们看这门，猜猜吧，多少钱吧？1.4米，不到1.5米，然后高92，深是50多，我就只能当个电视柜用。看我这小酒柜，有点意思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我很开心呐。